年轻人就是没经验，初入江湖就被恶人绑架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四海超跑皆兄弟，就让我老布来拯救你吧，冲啊！等一下，老布，你多久没出山了？我不记得了。未免你有去无回，我们要对你进行例行检查。说什么不吉利的话？车身有没有过刮擦？没有。车门正常？正常。测试制动系统，前进1米，退后1.5米，前后，情况良好，看来老布你宝刀不老嘛。那还用说？那就出发了。哎，冲啊！等一下，戈达探长，你不是早就退休了吗？哼，出任务怎么能少得了老搭档我呢？何况这次还要对付老对手戈威龙。戈达探长，等等，你手上拿的莫非是……没有，没什么。难道你刚刚在喝酒？就小酌了一杯。抱歉了，搭档，这次没法带你一起去了，拜拜。老伙计，别丢下我呀！小朋友们也要提醒爸爸，喝酒不开车哦。老布，你能行。啊，春天来了。哇，老布好棒啊！一定要把阿宝安全带回来呀。奇怪，他们开到哪儿去了？瞧这一团乱，他们肯定经过了这里。哈哈哈！太痛快了，整个世界任我驰骋。找到了，就在前面。有人追上来了，是那辆布加迪，像是像宝马。来试试看吧，全速前进。难缠的，我们给他换个玩法。你想对老布怎么样？不想被电击就服从我的命令。撞翻那只大鸟，再压住它。别倒下！你还真是不死心呐！宝宝，听我说，身为一辆超级跑车，你有没有听过《哈利路亚嘎嘎嘎》这首歌？当然听过。我没听过，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唱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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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学得挺快啊，小伙子，叫我阿宝。谢谢你来救我，老布。小意思。啊，他们回来了。没错，这是英雄们的凯旋，也是一段崭新友谊的开始。星辉布加迪 DIVO 遥控跑车，原厂授权，无尘喷漆，2.4G 高频精准遥控，尽显科技魅力。谢谢大波波。